兄弟们好大又退潮了，带上我的小夹夹系上安全带，咱们出发赶海喽。这里发现一条龙鱼啊，还有龙鱼的尾巴呢。祝朋友们健运发财哈，年年有余啊，每天有个好心情，嘿嘿。浑身长满刺儿大海胆啊，哇塞，这可带回家爆鸡蛋吃啊，哎，老香了吧，嘿嘿。这是一只鲍鱼啊，站得还挺紧的，咱拿出来看一下哦。拼了派大星一只哈，送给安检中心的你哦，嘿嘿。皮皮虾别跑，前面是红灯，给我停车，嘿嘿嘿，跟我走吧，跟你回家走个男朋友去。这是一只猫眼螺啊，大海中的推土机哈。你看这里藏着一只长腿大八爪的，给我出来。哇塞，这溪里还挺紧的，出来吧，跟我拔河呢。哇塞，这下嘿嘿，是一只赤甲红了，哇，看起来挺霸气的哈。披着红色的战袍，它要出征吗？大海中的毛欢子雪蛤，说的就是它了，毛茸茸的哦。海中人参呢，在我们这边也叫萝卜葵哈，这是奥克汤氏那老仙哦。隔壁的小孩子馋哭了吧，哈哈。黄金海螺一只啊。收走，喜欢吃点贝类海鲜就简单了，马上这么一露手哈，筛一筛，晃一晃，淘一淘，它就出来了。喜欢大海的点个小红心加关注，看我带你赶海直播喽。